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奉献的时间，让我们一同为奉献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你也是一切恩典的源头。在美善和恩典的基础上，你掌管历史。纵使我们今天对着世界上的风风雨雨，我们带着一个忧虑的心来看这一切，但是当我们的目光从这些事情的表面挪到你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纵使我们看不见，可是一切都在主的掌握当中。我们献上感恩，求主帮助我们用一个倚靠主的心来过每一天，以一个奉献的心来回答主你对我们的爱。袋中的金钱，求主你使用，帮助列宣家在拓展主你的国度上有份，也求主你透过列宣家继续帮助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，让主的国度在不同的角落继续的拓展，让我们带着一个期盼的心来等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再回来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